既然今天要公布他此生最大的秘密，那我跟他讲，你可以先跟别人说，快点。我怎么感觉都怪怪的？到底听了什么？我们先要请最后一个听的朋友啊，到底听了什么讲出来？既然曾经女散位喇叭用全自动式，这是我听到的。你到底听到什么？自动式喇叭加女散位全自动式。我哪有这样子？你刚刚跟他讲的什么？我说既然都去喇叭加女上位，开启全自动模式。我不是这样讲。我说既然去瓦家的时候，喇叭都在下面不会动。既然喇叭动，那你讲的是什么？既然去喇叭家，喇叭都不动。对呀、啊，你讲了什么？我讲的是，既然喜欢一个男生，你去那个男生家，那个男生裤子破洞，看到他。根本没有。我听到你说你最近喜欢一个男生，然后有一次去他家，他裤子破洞，红蓝色的，然后露出来。完全不是，我刚刚明明就说我之前有心仪的男生，我不小心在他面前动作太大，然后裤子就破掉，露出我的红色内裤。天哪，这游戏真的太可怕了！提醒大家，千万不要相信别人口中的谣言，真的大家自己去求证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也常常被别人乱讲话。貌似是你先。